这样一个微笑，然后所有两边记者都停住，然后哇，这样看着你，然后从中间霸气的走过来，然后一搂，不是牵着，平稳。不是牵着走的吗？对对对，过来一搂，然后牵着走，对。对吧？是不是？帮你还原了一下。那是顾惜自己偷摸开记者发布会嘛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嗯，她是我用一辈子要保护的女人。对对对对对，不是，这对是面的，哎。后面那啥，就是在酒，什么？我说他是我要用一辈子守护的女人，是后面会的那场。预告里面有，但是还没有播到那里。对，就是对，故事就先不说了。反正大家就为了他这句话，大家也一定会去看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后面一个环节。哦，请大家用霸总的语言来宣传这部剧。这部戏超好看，超甜，你们必须给我去看。可以，很霸道。我想听你说那个，你已经成功引起我的那句话。你不来一遍吗？怎么一直是我来？啊，是吗？有吗？一直是你再来吗？不是，你也来一遍吗？3分钟，我要这部剧，对不对？嘴瓢了，嘴瓢了，再来一次。对不起，没有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能删掉吗？好，可删不以，掉。可以。啊，3分钟，我要这部剧的全部资料。对怎不么起，老嘛？板，什么？再过两步吧。过来。还有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以后只有这部剧能让你快乐，不许对着别的剧笑。可以，牛逼。我觉得这一趴完成的非常好。这个王哥，你是不是得还要再来一个呢？就是这句“满意你所看到的吗满意你所看到的吗？”？就这，然后说后面呢？这是我尹思成为你打造的，只是结婚的关系，满意你所看到的吗？女人，要这样说。还要加女人？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才有霸总那味儿啊！这是我尹思成为你打造的，只是结婚的关系。满意吗，女人？可以，这一趴我打满分，我们进入下一趴。哦，接下来，那个王哥，你那边有纸和笔吗？有啊，有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艺术环节趴，就是用笔画出对方。用笔画出对方，就是对方，比如说卡通那也可以，某种动物啊、生物啊或者物品也可以画出来。就是对方在你心中的样子，好吗？有颜色要求吗？表情啊，有颜色要求吗？没有，我要画黑白嗯，的。不会画呀。想一想，这个，什么？画动物是不是？不是，哎，谁说画动物了？画顾西西在你心中的那个样子，哦，你觉得顾西西在你心中是什么样？人物画你像如吗？
你要画动物啊，或者画什么水果啊、生物啊都可以，只要你能解释出来，而且得让对方认同啊。那肯定认同。你已经开始画了。我已经开始画了，因为我脑海里有一个很妙的构思。我画好了。马上，我马上。等一下，我要涂一个美丽的颜色。那就这样吧。谁先展示？我先吧。来吧，这是个小兔子，对。画的还蛮可但爱的。这个画板太小了，其实下面还想给你再加两条大长腿。哇，可以可以，你说一说为什么顾西西是小兔子？顾西西为什么是小兔子？就是脸这一块很有婴儿肥吗？跟你现在笑起来也很像，以后都不笑了。圆圆的，比较可爱。然后，再一个就是大长腿画不上去了。你写一个吧。对吧？行吧，你这个。啊，什么？可以，画得好，画得妙。认同的，估计是已经认对同吧？了，因为毕竟来来看看，蛮可爱的小东西。接下这来小东可以欣赏一下本设计师的大作。西，我就站着画这个，看到了吗？这是一个榴莲写的啊，某种水果，大家自己去猜啊。下面是一套西装啊，这领带怎么样？你是希望我认同还是不认同啊？你不觉得我画工很精湛吗？你画工一直很精湛。现场 Alex 的图是吧？徒对手啊，还原。我还真实的在那个场戏的场次中画过尹思成呢。像不像？在院子里那场是吧？不是，是尹思成睡着的时候。对啊，在院子里嘛，什么睡着了？为什么不认同？榴莲总裁。就是好啊，李思成还是比较柔软的，哦，比较柔软，没有这么这个尖锐了，吧。嘿嘿，
然后呢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画呢，会可以签名送给直播的粉丝们。啊，可是我这个是在画板上画的。那这样，我们对，播结束，直播结束之后，那个尹总再找一张纸把这个画下来，然后签上，我们到时候会以什么形式送给粉丝吗？快递。啊，哦，也会有那个工作人员来抽奖送给粉丝。好的。我这样画的多好呀，我都舍不得拿下去。行了，行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趴，真与粉丝的互动，回答一些关于这个剧的问题。是看弹幕吗？对，弹幕有，如果说大家提的话，可以随机翻牌子，但这个地方我也要，小主持人也要先问几句。小主持人。这是大主持人，来，王姐在线，谁的真实性格和剧中的反差比较大？是说咱俩吗？对，还是整部戏的演员？不也可以，如果说有特别大，你别想，不就是我觉你得吗？还有谁？啊，我反大吗？对啊，你在剧中是那种霸气英俊、运筹帷幄，然后那种果断、冷血绝情的那种，就是总裁嘛。然后呢？我生活中不是吗？你生活中不是个憨憨吗？你没有看到。我没有，我很奇怪，就是拍戏期，就是我们也是二搭了嘛，整个二搭相处也认识一两年了，看到的竟然全是憨憨。哪止一两年？你好好算。哎，三，一两。对啊，几年？哎对。我看有人问尹思成怎么切换的油头和顺毛的？怎么切换？就是在外工作的时候油头，大背头，在家谈恋爱的时候是顺毛。那你更喜欢油头还是顺毛？我更喜欢顺毛，顺毛顺，OK，毛。也都喜欢顺毛一些。下一个问题，问，问。谁在片场的笑点比较低？你别吧。我笑点不低，是因为，对，因为，我觉得你，所以你笑的比较多。对，不是因为，对。就是那个，就是尹总吧，就是说出那些霸道总裁些台词的时候，再加上我们又认识很久了，然后你说那个台词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很好笑。是。哎，我们还经常设计一些那个剧中的一些动作什么的，其实都还蛮好笑的。好，王子奇霸总演得开心吗？王子奇霸总演的超开心啊，每天都会走在最前面，后面跟着一排人。然后路过的所有女生都会啊，好帅！那没看到。没看到，就是演员不够多呀。对，阵仗还不够大。好的，看看还有什么，你翻几个吧，你也能看到弹幕的吧？哦，你是从弹幕上翻的呀？那
最深刻的一场吻戏。我觉得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我们拍的第一场吻戏，因为没有，对今天下吧？午也，嗯。我今天下午也说了这场戏。是哪一场？就是第一场嘛，就第一场。是你站在台阶上，然后我，啊，是数下对去对，还是两头？对，开始刚前一周吧，对吧？刚开机没有多少天，然一周。后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突然要拍吻戏，所以那场印象蛮。到是导演说要加的。啊。毕竟就是演喝多了嘛，可以理解。再选一个啊，《回家的诱惑》那场戏有笑场吗？哪场算《回家的诱惑》呀？哪场算回家的诱惑？啊，他说回家的诱惑有笑场，其实我们几乎场场都在笑了。就哎，就是拍之前多少走戏的时候会笑，都是就是你穿那个黑色裙子的那场，强行诱惑。那场还好，那场其实我们演的是比较生气的，对吧？我回来一直在生你气那场，啊，就就。是说那个啊，谢谢，以后不会了，那个是吧？按摩，按摩，按肩，然后啪站起来。回家的诱惑赢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一个片段，然后我们俩要一起吐槽这个片段。这个片段就是回家的诱惑的片段。我们已经，你准备了吗？那个片段。有，准备了。那我们好了，来。哎呀，但是这又看到不会脚趾头抠地。为什么我们要同时看这个？是看这个吗？回家的诱惑，就我们为什么要看自己对呀，拍的？多尴尬呀，我。哦，我知道，他们想听你再说一遍"嘻嘻手痛痛嘻嘻手痛痛是后面的情节。”。来，让我们看一下霸总，哎呀，哎，这个镜头摇的，谁准备的这些东西啊？一个靓女。高光，升格，哎呀，不是你看呀、啊，你不用给我看，我这边有，要一起看？你以为你躲没有，得过？你想回去再看是吗？我看过。累了，一起看声音啊。这太社死现场了吧！哎，这不是当众行刑吗？就是放着自己演的片段，然后让别人看。如果人家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也要跟人家说，人家会改。什么呀？这谁呀？人家今天吃了好多好多的榴莲哦。现在我是怎么了？人家不是，人家保护就好了。这公开处在社死现场，呀，就是公开处刑啊！凌迟处死。哎呀，我打算离开。差不多，行刑一半可以了吧？刀我。下留痕。累了一趟了吧？西西给你按摩哦。西西，不会是喜欢我了吧？我操！
我还想，是不是？这绝对不可以。我们只是合约结婚，合约结束就要各奔东西。合那约个，结。对，这是顾西西行为啊，与我王玉文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在此我澄清一下。之后呢，我保证不犯任何的错误，尽职尽责的扮演好你的姨太太，按照我们的合约履行，就不要扣我的违约金按了。照我之前在你和这个屏幕上来回切换，顾西西，你唯一的职责就是和我保持距离，也麻烦你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，不要异想天开。如果你有别的想法，请你立即停止。请立即停止，谢谢。经理，好的，那个啊是什么呀？谢谢，我已经社死了，好尴尬呀！为什么感觉这么尴尬？对，那王哥看了好几遍了。救命啊！救命！哎，他们说溜了溜了溜了，是更新了吗？八还点没钟，有。哎，别溜啊！哎，还有6分钟呢，你们怎还有么六回分事？钟。这么无情啊，你们这帮人！还有，我们再播5分钟，就大家一起去看剧了。剧晚5分钟能看，我们在对。这聊天，就5分钟之后可能就下次就很久了呀。对，哎呀，见一次少一次啊，王哥。买。王哥，随机翻几条弹幕吧。更新太慢了，那没办法呀。明天还直播吗？明天，明天不播了，但是明天更新。明天更新，明天要加班。你们打游戏谁比较厉害？那还用问吗？那必然是我。王姐属于。这个游戏全能型选手，游戏全能，泳池上来怎么了？哎，他们太快了，我现我看。在，会虐很多集吗？我们没有虐的剧情吧？有一点点，但是也就虐一下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但是在第一集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开了，我们从头甜到尾。王哥说的对。在演的时候有没有被台词羞耻的？有啊，那肯定有，肯定有。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羞耻。无时无刻不在。尹总，草地摔疼了吗？别提了，别提了，还好，是那个蒙太奇拍的差不多是拍完了吧，对吧？对，基本上快拍已完经的，镜头四了，华不然当时可能还会。重拍很多，好在那个衣服不是很接戏，可以，我翻一下，在那说什么草没事儿吧？什么草没事吧？主播暂时离开是什么？草没事吧？草可能更痛一些。好，没事儿，你放心啊，他现好的。草没事。太过分了！
下次什么时候直播？那就是下次直播预计在下一次。对，下一次我们一定会在下一次再直播。对，下次直播就是下一次。还有说泥巴可能会痛的，这泥巴痛痛。哎，他们为什么有问姑息会怀孕吗？哦，是。播里面可能会有吧，对吧？是小说里吧，对吧？小说里面有，但是剧里有没有，你们看完就知道了。霸总，现在内容多一点，是什么意思？文熙害羞了吗？文熙，我们一开始还有点害羞，一开始多少有，后多面少有。麻。好了，是不是要 Q 流程了？啊，你的流程还没，不是。现在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流程，就是每个人说一句推荐看这个剧的话，然后我们就跟大家 say 拜拜啦。可以去看更了。对，因为马上就八点了，来吧，已经吧。王哥先。啊，王姐先，还是我先？我们好，石头那剪我啊，石头剪刀布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你啊，输了。我只是结婚的关系是一部轻松甜美的轻都市喜剧。在大家工作劳累的生活之余，回到家躺在沙发上，可以开开心心的看一部小甜剧，又土又上头，是不是？你们最爱啊！哦，去放松一下自己的，舒缓一下自己平时生活工作上的压力，然后开心的入睡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只是结婚的关系。王哥说的对，谢谢。好啦好啦，那个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期待下一次与大家见面。现在大家要紧的任务就是赶紧去腾讯视频看的小甜剧。拜拜，王哥。拜拜，王姐。拜。